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 PoE 流亡暗道，然后今天我应该来解下挑战啊，就由我来击败你传奇怪物哦，然后里面有一只很麻烦的，叫浴火神母嘛，如果你那个第五章呢是已经打完那个无罪之士了，他就消失了，但他原本是叫什么？诶。忘记了，奥瑞亚大广场啊，那你如果后面打掉的话，变大广场废墟，这样你这个人物就没有办法自己开那张解，可以去城镇里面啊，或者是你有朋友刚开始玩，还没有打完那个无罪之士的话，可以找他帮忙。啊，不然的话就在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等级比较低的，我问问看能不能帮开一下大广场啊？哎，奥瑞亚大广场。哦，这个已经找人帮我开完了，不然原本是没有打死的。哦，万一如果是刚玩的话，记得要把它打死啊，超麻烦。哦，然后我来杀别只啊，惨白死士。沿岸陡坡在哪里呀、啊？完 全不知道。沿岸陡坡40哎、欸，沿岸陡坡，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一定是在那里。这个我觉得是要从第四章，然后走过去那一章了，应该是吧？去看看。那这个地图。应该不会也消失了吧？哦，没事，好。沿岸陡坡，里面没有船点。有没有开光环？等等，我开个东西，糟糕，找不到，噔噔噔，诶，好，OK。还好这张没有也消失了，不然这个应该更难找，要找到刚打完马阿凯的。感觉超级难找啊！诶，另外一个其实也差不多啊。他打完马阿凯，跑到城镇里面。诶，不对。到城镇，哦，然后还要经过那个什么地方来着？无意间扰，好吧，看来最好是自己打的时候路过就打掉啊。唉，不然通通蛮麻烦的。我怎么找不到那只？这么难找？这些传奇怪物应该必出吧？会有没出的吗？
应该不会有没有出的吧？没有在前面，那过桥看看。过桥。他怎么都没有，这么难找，这么难找，哦，这只，哦，搞定，然后下一只，我，哦，这个都打掉了，就不去看了，暮光海滩，暮光海滩。看来不好找，还是在船点附近而已。这里原本有一只嘛，欸，就是它。哦，现在换这只就对了。之前是一只下火鱼的。欸，不对，不是之前。应该怎么讲？欸，第一个难度是那个下火鱼的。这样讲应该对啊。哦，然后激流海潮孤岛，欸，这个支线任务也还没解啊，觉得应该可以顺便解一下。这个在第一章的时候是医疗箱啊，医疗箱。因为我现在打怪物还有经验吗？还是其实超少的？68，我都在练那个3只60等的。欸，不是3只啊，5只啊，我还差2只吧？欸，有没有算错？没有，应该差2只没错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哦，然后2只练一练，还要来刷300张地图啊。地图应该是看这边的吧？啊，我才打6张，应该是看这个啊，直接杀头目就可以了。可是也要有那么多张图啊，所以路过应该是要打一下。哦，这只哦，红涛激流，手稿。咦，这次有没有要拿神殿的啊？哇，2个神殿欸，虽然都没有用。哦，崇高石碎片没有，我还没有这么好的事。崇高石碎片。单手136留着好了，44等，44等单手136算高啊，留着，啊，还有一只小只在那边，陷阱，哇，暴击加成，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都留。手稿是干嘛的？就换个腰带哦，或项链。哇，项链，喂，好像不错。生命没有暴率啊。啊，留着。哦，下一只，疾风什么拽轮哦。破碎3级，欸，这只一条我会没打到，
直直一条欸，那我扣脸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搞错搞错。好的，不是直直一条。欸，这也差不多直直一条，有岔路吗？不然我怎么没打到？有岔路，我就走下面了。依照原本的习惯，应该都是往上走。好，果然没错。哦，搞定。下一只，悲痛之极，悲痛之极在哪边？过道以及。你这会不会半小时就解完？我要干嘛嘞？边打边想，过道遗迹哦，过道遗迹在哪边啊？这边，悲痛之极。哇，这个很难找哦，地图超大的。欸，第一张的时候是哪一只啊？好像是一只石头人在那里飞来飞去嘛。刚才这种石头人，那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。哦，不管了。欸，魂道是不是？突然又想起来了。唉，莫名其妙忘记，莫名其妙想起来。道，哇，这张地图真的妖兽大欸。不是魂道，还有什么悲痛之极？快出来！结果他在最后面，我把前面的怪杀光了，没有半点屁用。应该不会在最后面吧？最后面我应该会打死他。还是这只可能随机在任何地方。记得以前魂道是多位置都会出现。点金。咦，这次挑战有没有要收集卡片啊？哦，这只悲痛之极，哦，搞定。然后播弈者罪孽之罪孽之士第二层，嘿嘿，我觉得我快打完了欸，这好像有点快。啊，这样我要干嘛？让我想想，还是来刷瓦尔区域，先把我的那个碎片红门碎片打完，再去那边找。好，预定是这样。嗯，我觉得红门应该可以让我刷到关，欸，不是红门，污染区可以让我刷到棺材，很难刷的感觉。污染区，那世界频道有看到有人在卖那个污染区的挑战，虽然我没有加进去就是了。欸，可是好像这一两天好像又没有人卖，
前几天有看到啊，这一两天就没看到了。欸，我要第二层哦，我这边第二层在这边闲晃，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方法找第二层比较快的。可以，才说没有特别方法就找到了吗？欸，不对，欸，罪孽之点，哈哈哈哈哈，不好意思，我在耍白痴。罪孽之事啊，好的，小白痴啊，欸，这两个都有第二层吗？欸，不对啊，可是这个叫什么？欸，第二步好像没有啊，第一步有第二层啊，哦，他换位置了。第二部地图不熟啊，虽然第一部也没有熟成怎样。这边对吗？不是，啊，还有，反正就三个地方嘛，总会找到的。哦，这边，哦，罪孽之室第二层。奇怪，我怎么会跑到那个？欸，有忘记地方了，等我进密林墓，再去那边找第二层。哇，崇高石碎片！欸，他死都没有欸，有没有这么难？到现在好像。我才打到两个碎片，超困难的。一、二、五，这应该是复制的嘛，用来解机会死的。走吧。又按到传送门，哦，两个复制的黄装可以换机会死，这个我应该已经解掉了。13应该没用，53凑整套卖掉也是机会死啊。可是现在那个箱子开出来的应该。蛮常开到复制的红装，所以没有必要抽60等以下的那个全套装备去买。哎呀，这只传说到底在哪里？有没有这么难找？哎，出来玩。主战士长，哦，在这边，播弈者，哦，下一只科古狂，欸，这样还是要走那里啊，兽穴还是有别条路比较快的，应该没有了吧，哇，这样还是要继续走。瓦西里刺杀大师，看一下，好像可以解一下目标护卫，然后他又指这个方向。OK，这边在这边。哦，剩两只啊，快解完了。
就只有那个，哪知道浴火，什么浴火神母比较麻烦啊，其他应该就去那个区域杀一下就有了。会不会有人已经打到无情了？不是无情了，已经10张打完了，然后才看到，跟我一样，唉，想说先把主线过完再去接挑战，然后去解咒，浴火神母怎么找不到？兽血，有传点哇嘞！兽血什么时候多一个传点？传点科普狂，这个也没有直直一条这样蛮麻烦的。这里面最值钱的不知道是神谕石。没有去查过石头的价钱哪一颗比较值钱但我缺钱的话，可以拿几颗石头去卖一下。哎呀，装备超烂，血量才2300。又有大师。博学大师，哇，这个要等1分钟，哦，发呆1分钟，不行，还是要动一下，远程怪超麻烦。召唤应该可以在那边发呆1分钟啊。让召唤物自己去打。卡一下。我操！我又宕机了。哦，时间到。科普狂。忠诚。包满了，又一个忠诚，这么会掉？卖个东西，这地图好像也蛮大的，兽穴，哦，还有岔路，出口了，出口了，绕一圈，应该不会在这一小格吧？这样有点过分哦，要我在那边绕一大圈。
绕一圈。诶，真的在那边哦。哦，还没完。哇，上面也还有路。绕一圈呢。这里居然会有路哦！快上！哎呀，太慢了，你太慢了。科普狂，哎，哦，应该是这只啊，这只法师。然后这是之前的白色巨兽，哦，差最后一个，咦，羊毛手套哎，现在还有价吗？羊毛手套加数量14%。哦，最后一个恐惧雕像，皇家疆界在哪里呀？完全不熟。58等，58皇家疆界这边。标等级的好处就是可以看差不多在哪里，有没有标的话要一个一个看，要不然就地图记得超熟的。我应该不会把地图记得那么熟啊。我操，这个好像也是超大区域。难怪我会没打到，我这应该往回走。出粮关口，我是。这区域怎么这么大？超大的区域。咦，我挑战多少了？8而已哦。我还没有到死哦，这么混。我以为我已经有11了欸，没想到只有8。不是这只，到底在哪里？地毯式搜索。是，欸，该不会躲在后面？我擦，不会是钻地虫吧？这叫什么恐惧雕像？这样应该不是钻地虫，看名字应该是石像之类的。
这么难找？我觉得我已经逛完一半地图了。我、应该还剩一半。快出来！你现在乱走了。哎，在这边。哇，这只鞋有点厚。哦，搞定。哇，然后我要干嘛嘞？这个搞定。随遇而安，预言，我现在没有玩预言。商人的秘密，要自由钱，这个都很好解了，就先丢着好了。我来解这个好了，使命必达，那个应该有一个天赋点。这次的使命必达应该都是有天赋点的任务或支线，哎、任务就是支线吗？附点，哦 ，OK， 这个应该在第十章吧？诶，叫什么？我忘记了。特索塔地图，在这边哦。应该是在最下面吧，我用猜的啦。最下面。我靠！我觉得。有可能被怪物打死欸，怎么会这样？血量太少了。都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，还在这里瞎混。8月8号开服的，哎、不对、十天了，快两个礼拜。果然练五至六十等的太花时间了，然后我自己练的也慢了，为什么不是三只欸？三只的话，我现在就搞定了。差两只、这什么东西？我的怪物真的好诡异啊！冲过去，我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了。然后还被我的那个什么攻击变成白色的，应该是冰吧，缓速，看起来就更奇怪了。这可以过，这地形太复杂了，到了吗？怎么这么远啊？到了吗？没有路，不是应该会在这附近吗？
好吧，没有录诶、欸。这样到底在哪里？我还没有到底，还没有到底。我操，这地图怎么这么大？这样还没有到底哦。还没到底。哦，在这边啊。应该是了吧，圣物间。欸，有传点哦，欸，呵呵，有传点。厕所塔地图，欸，啊，这个之前好像也是拿地图了。第一步的时候，也是叫第一步嘛，对。第一步。这个地形也很烂，这个如果有位移技应该好走一点吧，跳过去哦，跳跳跳，哦，闪电传送，回旋之刃应该没办法过、哦。跳跳跳。欸，这个能开吗？不行。我操，放一个很像箱子的东西不能开。咦，在这边练等好像也不错欸，总觉得怪物伤害没有很高。那个骨坑的话，还有那个蝎子很恶心。早知道来这里练了。圣物间、哦，泪珠，泪珠要给谁？莉莉，哦，一个天赋点。使命必达完成。欸，我要点什么啊？欸，我已经忘记我要点什么了。啊，算了，周才再来找。不急。弑神者的话，好像要拿那个什么容器的。欸，不是，欸，不是容器。啊，弑神者，弑神者。哦，容器的是那个什么，神清气爽。血照衣果，空中花园，空中花园。唉，完全不记得在哪里。58等。咦，不会是这个吧？758有可能欸，在大浴堂旁边。看到那个家就很想点。大浴堂。空中花园击杀一国，欸，踩这个神殿跑好快，那再灌水又更快。这边啊，对，空中花园一国，欸，这个不是那个异界地图的空中花园哦。
突然方向不太一样。靠，该不会是那只吧？天上会劈东西下来，然后回血超快那只。空中花园的王，异界地图了，超恶心。我还没自己打赢过哎，是我的机体太烂了吗？我打赢自己打赢过吗？没有，因为那个还要点金，还要瓦。是不是会炸？不会炸，这是干嘛的啊？一直追着我跑。奇怪的金属球。又一颗，这到底干嘛的？会扣血。我怎么觉得我血都吸不太回来？又有这个金属球，到底？还会缓速，一只球忘了遇过主线的时候打谁啊？好吧，已经忘记了，只打过一次。那旁边会剩一堆这种球，该不会是只要这种金属怪就随机出现吧？死掉随机出现那种球，像有三颗，这球好恶心啊！神域，靠，被冰住了。没有药水期间免疫冰冻真的蛮麻烦的，好想要免疫冰冻啊！这个还要有少血，然后没有补满的时候才算。唉，洪水怎么这么麻烦？到这个空中花园好长哦，跟那个异界地图的一样长吗？太长了，到，在我耐心快要消失之前，终于到了。机甲。这次我打过吗？啊，好像不是我打的，看人家打的，超恶心，跑哪里去啊？看我那里面不会是假的吧？这球在我旁边围着，我要怎么打啊？哇，而且他也没有球，也没有去追右的图腾。那这里面也不知道哪一只是真的。哇，一国残影。哇，要修。我可以先去回一下水吗？暗道没水啊。
来是这么个流亡暗道，暗道没水啊，死去，刚升级，这好恶心啊，这要撑什么抗啊，冰抗吗？哦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然后这个打死应该有一个神域符文，是叫神域符文吗？哦，众神殿啊，不好意思，记错名字。新的是哪一个？伊果之魂，反什么哥？减少受到25%的反射伤害，减少反伤了，反射敌人的冰环。好，没有很想换。整理一下还是可以塞个东西。OK， 还有两只。哇，为什么没有领？哦，一国奖励哦。所以还有。我干嘛特别跑下去？所以他还有天赋点就对了。哦，这样看来那个使命必达没有把所有的天赋点都放在里面。一国奖励3点。超想把它点一点的。哦，下一只飓风女王卡洛汉。统治者之争，哇，哪一张啊？统治者之争第9章啊，废弃挖石场。靠，这好像很难找，找到 OUN 哦。哇，这个又是一个全地图搜索的任务吗？有没有标个方向键什么的？这地图也是超大的那一种哎。反正乱逛啊，看到哪边有惊叹号就走进去。这个不是惊叹号哎，破损炼油厂。哦，不是，我居然有去过哎，也没什么印象哎，进去里面是干嘛的？破损炼油厂。好吧，先把那个地方记下来。如果我把这张地图逛完都没有，应该在里面。是，我觉得机会应该不大啊，因为这个任务提示是在这张嘛。
把这个蓝色开开啊。怪物还要被地形卡，怎么这么麻烦？啊，不刷图哦，哦，那个过几天啊，我在练那个什么。五只六十等的，我练完三只了，妈的还有两只，练完再认真刷图。欸，然后开采好像也只能刷图欸。我再想想挑战有什么可以拿来实况的。现在刷图很刺激哦，我只有打完六张 T1 的啊。咦，那边六有没有六？只刷了六张。很刺激哦，是怎么个刺激法？好吧，我 T1 没感觉出来很刺激在哪里。喂，一叉，一叉一叉，不是说什么 BOSS 300%血量吗？四倍，对啊，100加300嘛，切，只有一个 C。是这个意思吗？有一进图就秒死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太扯了吧！秒死的话，专家怎么办？哎，又一个出口，竞技场，应该没有地方叫竞技场啊，进去应该对。哇，这里应该对了。飓风女王。洛汉啊，我觉得我要死了。靠，我还有位移行呢，还有龙卷风。哇，他吃了沙暴果实吗？欸，这太恶心了，龙卷风可以关掉吗？欸，这个龙卷风其实没伤害。欸，里面还有一只欸，欸，什么东西啊？还有一只。沙地巨兽，靠！一看到怪就死哦。欸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那六张地图还没有遇到啊。喝水好了。龙卷风有一个要打死，好的。哦，所以龙卷风要里面那只打死才会消失，就对了。我擦，哇，一坨啊，不是一只欸。欸。不愧是飓风女王，欸，她隐形我就打不到她哦，好扯哦。OK 哦。嗯，不然捡不到羽毛。这个哦。哦，然后多个新的众神殿。受到残暴打击 ，what？ 什么是受到残暴打击？被暴击是吧？欸，一进图要怎么就死掉啊？我好像没遇到过欸，是怪会堆在门口吗？还是怎样？之前是有遇过那个。从个路口走过去，然后出去就一堆怪这样。欸，怪物的判断很诡异啊！明明我没有在那里，但是他会卡在出口那边。他遇到怪就被打死，这么恐怖。啊，还要跟什么伊罗莎对话？伊罗莎是谁啊？这个。哦，又有一个天赋点，我已经存了四个，啊，还是我要开一下网页，哦，差一个，傀儡女王，
师弟四十八等，操，四十八，第六章哦，啊这边吧，河道再过去。咦，他居然没有按照等级排列。该不会在欧克那边吧？欧克，哎哇，好像本来打算是要去刷红门碎片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不管了，按照顺序解。你这师弟也太大了吧！每个区域都要说它很大。走两步就要说一下，哇，这个区域实在太大了。欸，到底在哪里？咦，这边，感觉很像哦，欧克的营地。啊，不是，好吧，看来又是要找个竞技场什么的吗？那欧克营地已经被打穿了，可以这样直接走过来。哦，这边啊，竞技场，欸，不是欸，怎么那个残盘出石洞？哇，这谁翻的？英文绝对不可能写成这样。残蛛丝洞，好的，傀儡女王，看起来是毒欸，我混沌抗负六十，负六十啊，等于他的伤害1.6倍吗？这样算应该没错啊。诶，哎，我在那边。哦，巢穴，原来下面还有，不是在上面打，难怪我那边打半天，打完 boss 要出来吗？还是还会继续升那种东西？哇，这个绿绿的真的，蹦出来了，啊，傀儡女王。是虫母哦，哦，弑神者搞定，哦，又多一个新的众神殿 ，OK， 这样我的所有神之力，欸，神之力嘛，都拿到了，剩下下面那个很麻烦的要开，可是我还没有刷图，所以打不到道具。你的道具叫什么？忘记了。啊，不管了，反正刷图总会打到的。这次是这个吗？傀儡女王斯拉萨。哎，我找不到。我瑞斯拉萨。我少一个瑞。哎。药剂充人欸，好像很猛欸，欸，药剂充人3秒3欸，这也太猛了吧。哦，真不怕没水了。我有查那个，这次要解的是在那个异界地图嘛，还有80等的，还好他只要解5个啊。我应该解那个等级低的吧，70、70、70、73，搞定。啊，死神哦，代役死神，这次为什么超好玩？
那不是那个林百族吗？为什么会超好玩？这个应该又是一个天赋点吧？交出你的天赋点。再看要干嘛？啊，刷瓦尔头目啊！哦，这个应该收台之前我应该都打不完啊。我没有办法全部把这个挑战解掉啊！不应该说打不完，我的红门碎片超少啊！啊，就这几片，然后没有午夜。我又到了刷红门碎片的时候。奇异洞窟，共窟，这个刷到没？我可能就要去那个产生瓦尔地区的地方刷了。唉，现在瓦尔区又不是每一场都出，要是每一场都出，应该超好刷。刷台之前不知道可不可以把我的红门碎片刷到没有，感觉蛮有机会的，通通变成技能石之类的。哇，出来吧，午夜黎明。好，卖个东西好了。刷！怎么又是奇异洞窟？只有奇异洞窟了吗？好扯哦，不能换一张别的吗？连续两个奇异洞窟，还是这个方法已经被改掉了？这样开只有奇异洞窟，这样也太扯了。哇，下一张看看，应该不可能吧？只有奇异洞窟，你这样对吗？应该只是刚好这两张都开到这个。哦，还是黎明，哇嘞！你刚才不是放重播？220没什么用，看来真的不是放重播，连续两张奇异洞穴，然后都掉黎明，因为我黎明的奉劝多不多啊，超少的。好，换一张，又是黄昏，又是奇异洞穴哦，不是，换了。哦，这个有，盲者胡迪帕什么的，应该没念错啊。中，担心念错，表示自己中文不太好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常常会念错啊，这次应该没念错吧？哇，他没有固定在奇异洞穴，只是刚才刚刚好这样。哦，到了，另外右耳图腾放不出来，都靠右耳图腾撑场啊。居然放不出来，
正午，他没有帮忙开一个门，这样我可以省一个传送卷轴。哦，现在又多一条流血伤害。把这个拉到前面好了，不然每次那边移。喂，好吧，还是这一片。哇，诶，不是五的都会比较少吗？还是又调整过了？记得之前正五好像也蛮难出的，最难出的是午夜，然后是正午。还差五个，说差五个，其实也只有打掉三个。这个应该不是啊，遗忘水道，恐惧奔流，哦，午夜，我有记忆力，这应该变废，很废的东西了吧？啊，上一版的我有记忆力，还是上版的比较好，单手167。应该没什么用。我要不要留着卖那个混沌石？这次好像没有用叶卖混沌石。哦，少一片碎片啦、啊，剩下没几片哎、欸。该不会开那什么收台之前就被我玩光光了？这次没有去皇家花园刷红门碎片，因为已经没有皇家花园可以刷了。好像也没有人发现什么地方比较好刷啊。看来这次可能直接去那个地区，这样一直刷比较快哦。不然污染区好多格，我没有数过有多少格、啊。然后要中其中这八格，好像也蛮难的。虽然我刚才中了一个，可是应该是越后面越难中。侧手铸臀，这有没有啊？这个没有。然后我怎么好像走到死路了？